有你的订阅和喜欢是我的动力来源。乐活人生。这里是钢化膜的清洁工具包，这块就是钢化膜了。打开工具包看看有什么先。这里有一块抹布，这块就是除尘贴了。工具包里面有湿纸巾、抹布和除尘贴。首先用块抹布抹走屏幕上面的灰尘。这包是清洁用的湿纸巾，打开看看先，是一块很细细块的湿纸巾，就用这块湿纸巾抹了表面上的灰尘，一定要抹干净它。如果一旦留下了灰尘和油污，黏贴的时候就会麻烦了。接着用块抹布索干水分和抹走灰尘。接着再用这块除尘贴黐走了灰尘。需要彻底咁清除啲灰尘，如果每一间贴膜嘅时候就会造成麻烦噶啦。撕走角膜上面呢一块贴纸。贴之前先量度下个位置先，量度好了就撕走了角膜上面那块贴纸，将角膜平铺咁摆喺平板上面，将个凹位同埋镜头嘅位置对好。对好了就可以放低钢膜了，跟住它会自动咁黏贴在平板上面噶啦。咦，点解会有个气泡嘅？点样推都推唔走添。原来留低咗粒灰尘，咁要攞块除尘贴嚟贴走佢啦。
住走咗粒灰尘，可以放低块钢幕啦。等佢自动咁黏贴喺屏幕上边。放得唔好啊，又出现气泡添。咁要再谂办法咯。试下咁样放低睇下得唔得先。咦，呢次好似成功咁喎、哦！真系啊，今次成功啦！啊，好开心啊，终于成功啦！今次块钢膜贴得好好啊，冇起泡啦！好嘢，今次终于成功啦！